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李婷老师。今天很高兴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中国人的人生礼仪中的丧礼。丧礼是什么呢？丧礼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丧礼就是指人死了以后的礼仪和仪式。丧礼也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大事。在中国的古书《论语》里面说，老百姓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食，就是吃饭的事。第二件事是丧，就是丧礼。第三件事是祭，是祭祀。可见丧礼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那么中国古代人的丧礼包括哪些内容呢？因为中国古代人重视丧礼，所以丧礼有很复杂的礼节。在古代盛行的是用棺木土葬，葬礼很隆重，大概可以分成殓、殡、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殓，就是给尸体穿衣服下棺。在长辈病情加重的时候，他的子女就应该都守在床边，尽子女最后的孝心，为死者更换衣服。一般的人家呢，就用布的衣服，有钱人家用丝绸的衣服，皇族呢，有的就穿浴衣。在棺材里面，往往要随葬一些物品，一般人有衣服、被子等日常用品。有钱的人家和皇族，他们的随葬物品就又多又贵重了。第二个程序就是殡。殡是入殓以后把棺材停留，暂时不下葬的时期。殡期长短不一，少的呢有3天，多的有30天。主要是由奔丧者来决定的。中国古代的传统习俗，父母死亡了，儿女必须要奔丧，否则就是不孝。如果死者是长辈的话，全家大小都要戴孝，穿孝服。孝服就是用粗细不同的麻布做成的，也叫披麻戴孝。在近代，大多就用白布做丧服了。中国古代规定，官员如果遇上了父母之丧，必须回家守孝3年。在家的时候，禁止参加宴会，禁止看戏，禁止穿红衣服，禁止夫妻同房，否则就会被看成是不孝。第三个程序就是葬。葬就是掩埋死者的遗体，也就是棺木入土。送葬又叫出殡。送葬的时候，古代一般是孝子在前面举着旗子，家属和亲友在后面扶着棺材唱挽歌。挽歌呢，到近现代就演变成了哀乐。亲朋好友写挽词或者挽联来送葬，到了近现代，这些又演变成了送花圈，在花圈上写挽联。在中国古代，主要用的是土葬，
而现代在城市里主要用火葬了。从中国传统的丧礼中能看出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呢？中国人视死如视生，就是说在精神上把死者当成还活着，因此丧礼本质上就是生者为死者办的一场最盛大最隆重的离别会。即使丧礼结束以后也还没完，还有许多后续的活动，比如逢年过节要在先人的神位之前祭祀，到了清明节要到坟上扫墓。在中国古代，丧礼是为孝，它不仅是对死者的缅怀，还是对生者的祝福。婚丧大礼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中国人非常看重丧礼和相关的祭祀活动。丧礼讲究的是孝和传承，这和延续几千年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相吻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下面我们一起来做几个小练习。一，下面哪一个是关于人死以后的礼仪？A. 寿礼 B. 婚礼 C. 丧礼。正确答案是 C。 二，什么样的家庭给死者穿浴衣？ A. 普通的家庭 B. 有钱的家庭 C. 皇族家庭。正确答案是 C。 三，什么是不孝？A. 穿白衣服 B. 穿红衣服 C. 穿麻衣服。正确答案是 B。 四，中国古代主要是哪种葬法？ A. 土葬 B. 火葬 C. 天葬。正确答案是 A。 五，中国现代主要是哪种葬法？A. 土葬 B. 火葬 C. 天葬。正确答案是 B。 好的，关于中国人人生礼仪中的丧礼，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同学们再见。